今天爆改一只雪纳瑞中的长老瑞，记住他现在凌乱的模样，你能想象剪完后的样子吗？他有没有睫毛？有啊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的。我视频看很多，视频看很多。我也会成为视频主角吗？他叫豌豆，豌豆，人才啊！他主人从漳浦带过来的，就是有点远。他说他刷视频看到我们的。喂，大哥第一次上镜，别对那么近，害羞娇羞。修剪方案也给他安排了，接下来就是看出来的效果怎么样。整不好你别想回家了。眼睫毛看到没？睫毛嘛是处，能不能别乱摸？冲澡了，性不性感那个聊性。能不能留点隐私？没看到哥卸妆了吗？像不像那个法老？家人们，这不是一毛一样吗？我感觉你在笑我，问题大妈高低也是个长老级别。这点，哇！三千烦恼丝没了。毕竟他开了100多公里开过来的，可能是冲动。没错，我爹真冲动。他的头毛不够，剃下来的毛来凑。可以吗？这个造型？可以。你俩拿我寻开心呢。你看还不错呢，还不错。阿飞。可不可以给我也凹个造型？一边算你50%了。把这个形状啊，这样子的形状给它剪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是缺毛的，对不对？他刚来的时候他还跑嘞，他主人去追他。我可不是自愿来的。日常的护理的时候要喷点防，尽量喷雾啊。来，这个叫神仙水。你小子搞什么飞机？头上这几个人不？好，你小子我记住啊。他很不开心的样子，这么明显了，你最好是帮我搞美点。这个双排牙要拔掉的，这个不拔，你看吧，把牙齿都挤歪了。这个，快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变美了？小心点，别把我耳朵割了。已经变好看了，已经变好看了。搞笑啊！走一走。怎么回事？感觉脑壳有点昏。他虽然一点点睫毛是拍进去。很哇塞哈！哎，看这眼睛，看这个睫毛。哥们可是很上镜的。哇，真的好漂亮。没分，可以。不行啊。哎，可以。小彩，你帮我在后面跳弹一下。我咋给你高？就到这儿了。打扮，还是很好看的。你去拿个照片，是有点可惜了。妈呀！第一次做主角有点害羞，大家点个赞鼓励一下。未来碰上不了爱情，碰上双鱼座，他们连在一起，我会不会是幸福的？如果未来